帽子，我就收你做徒弟。好呀呀啊！金米在辛苦之余，终于成为悠闲道士所大張り切りの金米ですが、一向に修行を收留的入门弟子。对并没有达到顶尖高手的金米而言，悠闲道士如何教导他呢？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你好像成功了。一击必胜，在实战中不能一石二鸟。老周，悠闲道士他到底怎么了？嗯，他除了吃饭之外啊，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搞不懂。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悠闲道士才会起床？这样不行的。嗯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嗯，睡得真舒服。金米啊，是，终于叫到我了，可要开始练功吧。幽心道士，你醒了？有没有肿起来啊？有没有什么受伤的？那，以后啊，习惯就好了。哎，悠闲道士，如果你要做什么事的话，去买酒去。啊，又是买酒啊！笨蛋呐，想做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要练什么功。悠闲道士，算了吧，我想回家去了，我走了。哎，金刚师兄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练什么拳法嘛。经理啊，他只是个老酒鬼，我们还能跟他学什么拳法吗？你说。可是道士他是实战拳法的高人呢。好嘛，就算我们认了好了，我们为了要练拳法还是等一等。我知道了啦。还不是跑来跑去。老周，我们回大理寺去，走吧，我们不要在这里白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我想再等一阵子，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。什么？你不知道我的毛病。我有个怪毛病啊，就是什么拳法都要知道一点。放屁啊。嗯，我要有我自己的拳法，我就要回大连寺自创。老周、金米，我不会输给你们的，你们等着瞧好了。来，找给你零钱。啊，谢谢。这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如果能够练一些什么样功夫的话，我就会高兴了。可是又叫我去买酒，说不定啊，就像金刚所说的一样。老周师兄，哎，太阳下山了，那我们动作快点吧。嗯。悠闲道士他应该不是个标准酒鬼，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学习的。嗯，月亮被云遮住了，这么暗呢、啊、嗯，都伸手不见五指了。怎么了，金米啊？你怎么了？是谁啊？他突然间打我，到底想要干什么啦？卑鄙无耻的人！我来找出对方在哪里，快出来、啊！你这个家伙，快点！怎么会让他
哪里打个正着呢？啊！啊！等一下，这到底为什么？金明，金明，振作一点，金明。怎么那么慢呢，金敏？有些闹事。到底怎么了？我被偷袭了。偷袭？被谁偷袭？当时很暗，看不清楚。难道是土地公不成啊？可是对方是个小人啊。也没带酒回来是吧？我本来有带的，可是被那个人带走了啦。我看八成那个人是你们编出来的。酒坛子里面没有，还喝什么呢？你们没带酒回来，我怎么喝？幽玄道士，你太过分了！出其不意的打人，幽玄道士，难道你也用小人的做法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小人。其实那是实战拳法的夜袭啊。夜袭？看对手面对面的战法，那是道场的拳法，跟敌人的夜袭是根本没关系的。你们懂了吗？金米，看来我们该走了。老朱师兄，拳法应该是很美的，出其不意打人，跟我的美学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不要学了。对不起，金米，那我还学吗？可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要离开你了，对不起啊，师兄。怎么样了？你也想回去了？说实在的，其实刚才那个也不是卑鄙的手段呢，但是只要我稍微用点力，还是一样要你们命。刚才道士如果用全部功力的话，我早就死掉了。拳法可以说是为了打倒敌人才设立的，实战拳法是磨练技巧的功力，以拳法更实用啊，你要懂得这一点，也就是运气更敏感，而且能够察觉到看不见的敌人。如果这样你都做不到的话，就不要当我入门弟子了，听懂了吗？是。要发掘看不到的敌人，无声无息，专心的意志力。对了，我可以试试看。闭上眼睛，能够察觉到旁边的事物吗？向右。应该向左吧。向左。这次是右边，讨厌了。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被偷袭，根本就不行嘛。对了，什么东西都在动，就像水面的波纹也是一样的，而且人也是相同的，任何的声音都会动，它是随着空气在移动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只要我静坐不动，我就可以知道微风的乱流。我还是静不下来，这次精神要更集中才行。
这种感觉好明显啊。看不到敌人，但是被他看到了，他接着就要出手。是，吉米，手的力道你要用刚刚好。怎么了？你就这么攻击法？好，这次我一定要成功！嗨，嗨，让你尝尝这个！你还是没有办法排除你到场的拳法。拳法是一击必胜的，打了几拳或踢了几腿，那都无法击倒对方的，那绝不是技巧。这种实战拳法是一击必死，在拳法里面绝对没有两拳以上的打算。僕も一撃で決めてやる。タイミングが合わなかった。もう一度。ダメだ。一撃で決められない。瓶を割るどころか中に打ち込むこともできない。金美、はい、町に行くぞ、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。悠闲道士所说的，那得要能够分辨清楚声音才能做得到。大老金财啊，看儿子干什么？胡说八道。哎呀，这边的东西不看会后悔的耶，那边也好，这边也好，都有很好的东西。嘿，稍微微笑一下比较好，微笑是最可爱的东西了。
哎，赖奇啊，吉米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我来大城市啊，想赚一点小钱，因为我很穷啊。啊，我真的想赚一点小钱嘛，太穷了。该不会是你自己贪吃吧？啊？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说什么。你就慢慢看吧。啊，是松鼠斗蛇。你看哪边会赢啊？嗯。大概是蛇吧。松鼠它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，它还一直瞪着蛇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击决胜负。这一击必胜的道理就在这里了。跳过来的松鼠，它在一瞬间就压住了蛇，这就是绝妙的攻击瞬间，对方绝对逃不掉。太好了，莱吉，谢谢你了。啊，吉米，等一下，你还没给观赏费呢。嗯。瓶に打ち込む絶好の一瞬を見つけるんだ。やったな、金米。但是，要击出必胜的一拳，就是在攻击的一瞬间里，那并不是在战斗中使用了许多次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掌握那一瞬间以决胜负的。你一定要忘了自己身体的感觉，可不要考虑出击会痛啊，金米。是。就这样，什么都没有学到，就回大林寺了。那是西洋拳法吧？跟大林寺的拳法差别很大的。都是一些大饭桶啊！拳击真丢了我的脸了。原谅我吧。而且啊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敌手。迪克，要是悠闲那些家伙看看拳击的厉害，知道吗？悠闲？不是东林寺的悠闲道士吗？不对啊。喂，那边的小鬼啊，你对拳击有兴趣吗？有啊。不要躲躲藏藏的，到里面去看看吧。来吧。好好。
看不清楚，这脸好怪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很好，很高明的拳法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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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经理和悠闲道士的面前出现了新的敌手，那就是迪克斯泰纳。实战拳法和拳击又如何对决呢？強敵現る青い目の挑戦者立て立つんだジミー。